念佛就好吼。你着逐工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若忝休困，啊精神若好，阁继续念。讲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只要你我出家就好，啊你用真正去出家啊。出家了，住伫庄卡，住伫一间小庙，用功念佛，逐工都安尼。念佛求证，放下一切，无搁再看觅。逐工念佛，念足足三年。有一天，伊甲迄个老菩萨讲：“菩萨啦，明仔开始啊，从明仔开始吼，你会当免来搞煮饭啊，我甲你放假。”我这個、老菩萨心肝来欢喜的，我来这做三年，也捌请过假，捌歇困过，刚在来煮你吃，好不容易师傅，你这慈悲，竟然要甲我放假。讲师傅，谢谢哦，好，把我看了就走啊嘞，就佚佗三天倒转来，佮看到师傅徛伫大门口徛咧呢，手揢一个这个铁盒、铁弓啊、铁盒子啊、铁盒，手揢咧，啊面向西方。这个老婆才一倒来，看到这书搁起来，啊，可能搁咧用功，莫甲吵啦，搁继续去摒扫、做事、煮饭。伊规半工啊，迄书还搁徛伫遐，啊是咧创啥？咧食饭啊，同啥？书啊，食饭啊，拢袂甲用，我爱甲看，袂喘气啊！啊，书往生，赶紧联络地仙大师来甲看。地仙大师看到伊徛咧往生。合掌，中下当下合掌。伊讲：你虽然年纪大了出家，但是你比我较早去净土世界，我向你合掌。哇，真感动！念佛三年，徛咧往生，绝对要去的。地仙大师讲：他去净土了。你知伊铁盒内底藏啥？十块钱。处理后事就好，来对委员十块钱把我处理掉就好了。偌尼啊，飘撇的潇洒，来去自由，徛咧往生。还有这个原理，这么执着，好、哦，这么执着。所以念佛三年不够，一心不乱。搁再来，最后一个。咱临命终的时阵，咱一定要往生净土世界迄个方向，吼、哦，爱愿成佛道，愿成佛道。所以念佛呢，到终极不要，我们要成就佛道。在这个佛世的时阵啊，嘛是有安尼一个公案，有一个老 BQ， 啊，伊这个记地歹啊。佛祖讲经，伊拢记袂掉，但是伊心内一直想讲，我就是要成就阿罗汉的境界。但是伊都学啥都做含慢咧，学袂来。啊，其中有一个四个小沙弥哦，看这个老 BQ 吼，好气讲，看大家拢走啊，你讲啊，老师老师，你有想要解脱了？我有方法，我甲你教。哇，这个老 BQ 想讲，只要哪样我解脱，啥物方法拢无要紧啦，讲甲你讲。完蛋的吼，阮四个人徛四角头，啊恁呢搁跪咧，啊我用一个鸡骨啊吼，为咧头壳顶甲你讲一下，我甲你讲，你已经得到初果，你着爱心内，你迄个时阵拢袂当有迷信哦，你个想我着是初果吼，一听着咱这四个小沙弥要甲创治，我着真正好，只要若我会解脱，你叫我卖想我着卖想，应无所住。离心即心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就是安尼印证过来。这老 BQ 都修行真久了，一直无多成就。哇，头一个小沙弥就徛咧，跪咧。我这老 BQ 真正跪咧，就三个鸡骨啊，头壳顶就讲个盘，嘣，砰一声，净心初果，伊心嘛心，净心初果，心安。但是伊是真正感应到正道出国了。我搁行到第二个。结果，还佮甲我幺婆搏一下，佮讲当下正成二果。第三个嘛同款，第四个嘛同款，到最后一个搏一下，你已经证阿罗汉咯。这老 BQ 真正当下正成阿罗汉。但是正成阿罗汉的时阵，怎四个囡仔小三咪竟然甲我冲滴？但是这老 BQ 呢，
起来时阵，竟然甲这些小三物合掌，因为恁帮助我成就，我当感恩你们。所以当阵想到怎啊，眼前甲咱欺负，有可能是帮助咱要成就的呢，唔免白贴。换一个善念，记住一切功德因缘。所以一心两不乱，就专心来，就是一心不乱。所以这个小三弥甲讲，老师你都卖乱，心袂当我袂想，好就真正无想。所以咱一心不乱，咱就像用这个不乱的这个布置，无爱，甲这个乱去除，不乱就不在了。不乱不存在，存一心，这个心，咱的我袂想啊，妄想心、烦恼心，一切一切。拢爱搁啊气度纯净的一一归万法，万法归一，一真法界成佛就是这样。啊，各位听好无？是安尼来，所以一心不乱来念佛，必定成就念佛三昧。所以，咱来安尼来个心静，来个心静。所以今仔日呢，甲咱介绍。这念佛原心净土，一挂公案过去的祖师大德，嘛是安尼行过来，嘛是安尼成就起来。啊，上重要是咱的内心信愿念佛，那对世尊所讲的话有完全接受，有完全接受。讲起来，伫这个世间。远离、远离、远离着，咱的执着。咱一生当中，咱一生当中，你最跨来的是啥物代志？伊可能就是障碍咱成就最大的原因，可能就是成就咱最大的原因，成就咱道业。但是，咱若换另外一个心境，咱愿为众生。求愿往生，解答。咱今仔日的念佛要来超生净土，不是为着家己，为众生。所以咱能够现愿再来为众生来讲结这个法缘，这嘛是对的啊，嘛是正确。所以念佛呢，绝对袂当啊，气度定，烦恼心。咱绝对要去除着这烦恼心，一定要有菩提正量，菩提正量。所以咱今日，咱叫大家回向一下，发菩提心，要有正心，愿心净土，然后咱一定要求其往生。每天的用功，五分钟、十分钟、一点钟，甚至打佛七，时时刻刻。拢总袂当放弃，爱甲迄一心乃至回向，袂当放弃，袂当放弃。嗯，时间到了吗？还没吧？哦，所以呢，师父嘛真希望，咱今日、日后，特别即亲近上帝时的时阵。在咱这段，尤其要求其往生，有几啊种方法。咱认识咱的主持慧心，伊安怎甲咱教导，咱就安怎来做，莫闹意见。咱先来破除众生内底这模范心真侪啦，其中有一个叫做啥邪慢。邪慢是为对啦，为邪知邪见，非法说法，产生着邪知邪念。因为邪知邪念，咱种种的这个业障是为对啦，因为错误的知见、错误的认识，产生着错误的行为，产生着错误的行为，造成着生起伊的业力，是安尼的受苦，是安尼的受苦。那么有的人呢？有这个邪知邪见，咱讲，你安尼做唔对，偏偏啊，就唔听，续着佫讲诶，你咧障碍我，唔是吼、哦，
所以一个学佛的弟子，好好的得住呢，一定要有柔软心，柔软心。这个柔软呢，气度五万，那么气度五万，这邪知啊，错误的观念一定要放下。人生的苦，因为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思想，咱一挂这个无好的思想啊，气度。所以咱来信愿念佛的时阵啊，是相信着世尊讲，是世间是五种恶世，娑婆世界。你在快乐什么？你在计较什么？你看咱这个娑婆世界，一切一切的痛苦，拢是因为咱的无明。那么念佛的时阵呢，这个、用功的方法啊，就是咱的六根对六尘。心不染着，咱这个十二因缘内底有一个无明行识名色六入畜受爱处有心老鼠。在咱的六根，就是六入，拄到畜就是六尘，拄到六尘的时阵，六根拄到六尘接触着，那么咱的感受收得来了吗？是欢喜，是悲伤，是痛苦，迄、那个感受就是咱的情绪。简单来讲，咱的情绪会变化。你今日娱乐我，嘿嘿，真欢喜。哎，人师讲我偌牛呢呢，哈、啊，你含慢啊你，哇！因为这个感受呢，有可能呢背后对啦是安怎，做口业吧，人家。